瞬间的爆红让我措手不及，第一时间有喜悦，但接下来却是无尽的焦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收获了无数恩师的指导，以及阅历资深的设计师们，让我在 YouTube 有了种维基百科的感觉。只要一有什么困难，翻看下面留言就迎刃而解。于是我做了个 2.0 版本，希望各位恩师以及设计师们能与我一起过得水深火热，尤其是提出想法的人，你一定要玩，并且告诉我你通关不了，这样我心里就会平衡了。首先，游戏最关键的就是角色。我拿了上次已经做好的角色，并且更改了一些地方。当我测试时，东倒西歪，也不知道这还是个人吗？对于这样的结果，我选择了逃避，所以跑去用了相机。意料之内，我只是让自己变得更近，看着他东倒西歪，还蛮可爱的。可爱归可爱，逃避的事情总是要面对，所以我又修了一下，现在变得非常完美。他还可以跳啊！说要增加跳跃的人，把你点名出来，记得玩这游戏。因为只有跳跃可能会有点无聊，所以我又回到 YouTube 找寻设计师们的想法，看到有人说想要冲刺，哇，就是你了。于是我做了冲刺，但又怕你觉得会太无聊，天心的我加了瞬移。这样你不仅可以跑得很快，还可以瞬移，又能跳跃，你肯定会玩得很开心，而我会做得很想敲桌。这个游戏机制是不是太多了？做好了角色之后就要开始制作关卡了。我的想法是，我直接制作出一个安全的方格以及掉落的方格，这样既能快速解决各位物理家以及数学家们的算出来的原因，也能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这个游戏的乐趣。安全的方格很好制作，一下就好了。问题来到了掉落的方格。在回复 YouTube 留言时，看到有人说我可以使用 Unity 的插件，叫做 UniRX。 我忘记把这人记到我的贵人小本本里了，但没关系，你的建议已经深深的记在我脑海里。 UniRX， 我的设计是，当你踩到这个方格时，你就会掉下去，然后方格会在几秒钟后上升回来，这样你就不知道正确的路线是什么了。在玩的同时也会刺激你的大脑，加强你的记忆力训练。这样一说，这游戏又上升到了一个高度，想象很美好，做起来又一点也不美好，可以说是痛苦万分。当我跳过去时，我下去了，可是他没上去。当我花了好久，真的很久，超级的久，去检查我哪里不对时，我爆炸了。不对的不是我的代码，是这个数字。写的时候没有想太多，就打了个30，因为刚好一点30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它要30秒后才会升起来。人真的不能分心，一分心就会把想的打上去，然后让自己痛苦几万个小时。总之我设为1，结果就是哈起来了。这种感觉我无法形容，这是痛苦与快乐并存着。接下来就要利用这两个种类的方格制作第一个关卡了，因为真的很没耐心，随便制作了一个之后发现好像太难了，所以我做了个 debug mode， 我只要一打勾，哈，世界是我的了。但有点担忧着我的恩师们，因为一开始太难，所以就弃游离去。我果断的把它删了，然后做成了5×5大小的方格，轻轻松松就能通关。第一关好了之后，就要开始第二关了。有个设计师说，在方块跌落时，想要有倒数计时。但因为我改了游戏机制，我就直接做了倒计时。如果没在时间内拿到钥匙，就输了。但因为只有倒计时，感觉你们又会觉得很无聊，于是我又去逛了一下我的 YouTube 百科。有人说奖励机制太天才了，他的一句话瞬间又来灵感了。我把之前做过的金币拿来使用，玩家只要捡到金币，右上方就会显示出来，而当玩家按下 F 时，他就能用钱买时间，这样是不是有被奖励到？当你快没时间时，身为富豪以及富婆的你，只要按下一个键，哈，时间就属于你。而我又要重新设计一下关卡路线了，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，比 debug 还痛苦。于是我半夜在我的小天地发泄了一下，我的恩师们以及设计师们应该在就寝，祝他们这几天睡得安稳，因为我偷偷骂过了几次。接下来就是第三关了，正在睡觉的你们，而我又逛起了 YouTube 百科。有人说使用地刺来替代方格消失会更好，我完全的认同。于是我打开了 Maya， 捏了几根刺，再把它放到游戏里，哼，
真好看。地刺好了之后，我又看到两则有趣的留言，说要制作地雷，一炸人就飞，这人玩的真刺激。于是我下载了 Unity 的特效，然后把它放到游戏，再加上简单的程式测试时，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们要的特效。本以为刚刚两位已经够刺激了，没想到还有两位玩得更花，想要被人追。于是我又把我失散多年的男人找了回来，测试时很好，不能动，但这很简单处理，只要烘焙一下地板就好了。烘焙完，哼，被男人追了。都做完这些之后，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，于是我尝试加了血条。当你被刺时，你就会扣血，当你被男人打时，你也会扣血。缺点就是没办法还手，只能一直跑。谁家这两位只有说被人追而没有还击。都处理好之后，我又加大了一下地板，因为我要测试看看被人追有没有很可怕。于是我做了几个随机生成，而生成时间会随着生成的次数去减少中间的冷却时间。当我都做好了之后，感觉还可以，但随着时间的流过根本不可以。于是我修改了时间，最终到了我可以接受的范围。希望这两位不会感到太失望，我就是为了你们的电脑着想。好了之后，我就准备制作第三个关卡，利用这些素材慢慢的布置一个20×20的地图。因为大家反映走白线成功率就高，于是我特别设计了一下，欢迎你们在玩的时候多走白线。总之这过程太漫长了，我在这个夜晚又问候了一下在睡梦中的设计师们，就这样制作完成了。途中因为感觉太无趣，所以又添加了好几把钥匙，只有一把是真的，而玩家要找到这个真的才能离开。这是不是更有趣了？在这一关中，你不但可以疯狂的被炸飞，也可以被追啊、等等，我想起来这个人还要求说刺激又惊悚的音乐，于是我去音乐库中找了一首音乐放了进来，这样是不是刺激又惊悚了？没有的话，我再把这背景一调，感觉有那么一点了。都完成之后，就制作了一个银的界面，第三关通关就可以走了。这是我玩的过程，玩了数百次的我还是记不得我安排的路到底是哪个。好，我们来到第一关，然后我们的 WSD 可以移动，我们可以跳跃，我们还可以加速跑，我们还可以跳起来，这边要演示一下，跳起来往前冲。对，好，我掉下去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基本技能。玩的之前记得看一下那个操作指南，因为我又忘记打上来了。然后目标就是拿到那个钥匙，然后进入下一关。那我命名为这一关叫做出生，因为我们要先熟悉所有的操作流程，然后再探索这个世界。我其实玩了好几遍了，但我真的记不住我的答案是什么。好，第二关叫做老板。那为什么叫做老板呢？因为这一关有时间，你必须在时间内找到那个钥匙，然后这个金币呢，就是你必须得用钱买时间，就像你老板买你一样，所以这关叫做老板，对吧？这是不是很合理，对吧？所以当你有钱的时候，你就是老板，所以玩这游戏你就是老板。所以就是当时间快没了，我们就按一下 F。哦，又有10秒钟，对，一个金币只能10秒钟，就像老板付你的薪水，你就知道你有多廉价了，快叫老板加薪。那这一关呢，我其实玩了其实有数百次了，然后呢我还是记不得我自己安排的路线是什么，不过正在观看你们应该已经快记得了，所以建议你们不要再看了，因为你们玩的时候可能就体验不到这个快感，然后我也看不到你们痛苦的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到第三关了。这一关就是大家说踩白线就能获胜，你确定吗？你现在是踩了白线，你都不一定能获胜哦。因为我经过我特殊的处理，现在就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就多了一些这个倒刺，当这些小怪碰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扣血。然后当你的血没了的时候呢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现在就演示给你看。好，会发生，你必须得从头来。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投胎转世。游戏连接在下方资讯栏，也使用了 WebGL， 所以应该在网页上就可以玩了。这次特别感谢留言区的恩师以及设计师们参与口头制作，这是我的作业。我是 Ava， 记得订阅，按喜欢不喜欢，睡觉去了。